像这种就应该，这啥有？这我怎么知道？这样的，那这种应该怎么样呢？就是要适度控制的，适度控制的话，能保持每个频率的液位都一样。啊，有的这里边就有一些。这边怎么对准？这个对准了，它会夹的。但是比如说那边就有一些频率，比如说拿一些看有一些不行的，他就拿过去，对，就是去放到线上。但如果是适合的话，它就是每个液位都准，液位都准，证明重量就一样。